一回来就处理公司，一定很累吗？彩玲，安娜在我回来了。对了，广告拍得安怎？这是平面广告啊，翕相真紧就翕完啦。阿丽嘞，那也叫你紧就回来。我就爱哦，较紧把代志处理好，才能较紧回来找你啊。奇怪，我女朋友那愈来愈水啊！你想要被搞笑？我讲真实啊，阿无互我看较详细，我看卖。真正袂歹呢。聪贵呀！哦，我那个是女朋友的答应啦。你这办代志速度啊，愈来是愈紧的，可悲呀！没关系，大哥。好了好了，聪贵呀，我头好跟你妈妈讲过啦，我这阵啊彩玲哦，表现了愈来愈好，愈来愈有名，所以真侪人客吼，专工来咱西餐厅听彩玲唱歌。我相信啦，只要你若出唱片了后，一定更卡侪人客来跟你捧场。彩玲啊，唱片公司什么时阵要给你出唱片？因无讲呢，今麦在咧学唱歌，我靠，足侪物件要学习。对啦，就算讲你今麦未出专辑吼，但是你已经是艺人啦。我跟你讲哦，印象是艺人的第二个使命，而且你今麦行也是青春着你歌星的路线，所以你若出去时阵啊，要特别注意你家己一举一动哦，因为真侪人目睭拢紧紧在甲你看。你知无？我知呀。客妹啊，你是安怎要甲彩玲吓惊啦？我哪有咧甲伊吓惊啦？咱人若愈来愈有名哦，你的自由就失去啦。若毋是，你问你妈妈。这是难免的代志啦，不过惯习就好。我是感觉讲彩玲应该找一个经纪人啦，家处理一寡代志，你就专心表演就好啊。经纪人？我一个小歌星，我想应该无人想要做我的经纪人。哦，这真歹讲哦。你若肯吼，阮才给你倒主意。啦。多谢美冠姨。哦，真假？你拢伫遐哦？彩玲，我的世界女神。我唔知啊，你这么会晓制作新闻。搁知影哦，像个报纸的版面，我麦克看过这么侪艺人，唔知影讲哦，看过陈秋你这么厉害呢，以后还叫你哦 ，surprise 女王。麦克啊，你嘛较拜托无？你迄支嘴啊，会使讲一寡人话无？自头到尾讲一寡什么蜜啊白听无？你到底是咧讲啥啦？你唔知啊？知影啥？你拢无看报纸啊？来来来，看者看者。这是什么广告啦？大哥，这有十波人吃强心的保健药啊！你应该知影。哎呀，你去打针啦！哪安尼啦？哪会是这种广告？彩玲啊！我唔知啊，你这么勇敢呢，为着要出名，什么拢敢做，你真正第一名，赞！哎，赞一个大头啦，赞啥啦？彩玲啊，我才跟你讲过啊，印象是艺人的第二个使命呢，我才讲完你就给我洗面，当你拍这是啥啦？我大哥，我真正唔知影是种广告啦。彩玲，你拍广告的时阵，敢无人跟你讲？初中就讲是保健食品啊，苦老板嘛甲我讲挂保证，讲这是营养品啊。我若伫咧现场知影是种广告，我绝对袂答应的啊。这个唱片公司嘛，伤好嘛，安尼无保护艺人，实在哦。聪宇啊，你陪彩玲去唱片公司了解一下。好。注意啦！
啊，这印象若拍歹去哦，就足歹恢复的呢。喂，你大记者，什么代志嘛？你亲自打电话来啊？你问蔡玲拍广告的代志哦。哈哈哈。哦。